所以心凌姐，你应该也有被害，你应该也会害人吧？我应该这样讲，我老公就是一个很比较热心的人。被你害的人吗？没有，我被他害。然后，但我老公，我比较听他的话，他有时候比较威严。你到现在还在怕他哦？还好，就尊敬。但我老公很好笑，但我老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像有一次，像我大哥，他就要是回美国去了，然后我想说，那我就自己那个坐车去送他。我老公说没关系，我要去上班。我说没先带你去，我再去上班。好，结果他就我们要去桃园机场嘛，对不对？就我们家住内湖，就他就这样绕了一圈之后，我想说，哎，交流道在那。那里，但我想说啊，不要讲啊，因为我老公是拿到方向盘会有点小小脾气的人，一开车就脾气上来了，所以我就想不要讲。然后他自己觉得，哎，交流道刚过了，我说，哎，对对对，啊，那他说，哦，那我们回转好了，他就回转了，回转之后他就继续开开开，哎，交流道又过了，哎，他同样地方过两次，哎，连过两次，那我也不敢讲啊，然后更不讲啊，没有，又想说怕他会生气嘛，然后他又赶上班，我想说啊。不要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男生很多男生拿到方向盘，真的，为什么不要错过两次？对，然后到第三次我就讲啦、啊，就讲了之后就上去啦、啊，讲之后上去说哦很好，我们就上高速公路很安全，然后就开开，哎、欸、奇怪，他往细直走，我们应该、欸、我们走错方向，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跟他讲说，我那时候就诺诺的讲说，我说那你要不要开 Google 啊？这样子，因为我想说他一直觉得他到机场很 OK， 可是我想说那你就开 Google 啊。然后我觉得男生有时候就有点扭，就不想问。对，然后他就说，哎，不行，你到那个戏子也没办法，所以他就开了 Google 了。然后开了之后呢，他就下开开开，他想说那戏子交流道就下。下了之后呢，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就把 Google 给关了。可是很有趣哦，下戏子之后往前走一点点，嘿，有一个路是往平面的，有一个路又上高架。所以他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应该是上高架要回去了吧？哇塞，我们开到五堵去了呢。不知道那个交叉口，永远都没有，永远都没有极限。对，然后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敢，因为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不讲、啊？那个空气有多安静，你知道吗？欸、你可以假装 Google 前方路口。不行，我跟你用演的、啊，不行。可是那时候就是激怒他，因为那时候你就觉得他就像气球一样，你就不小心碰他就砰爆掉的那种。所以那时候你总比一直到不了机场好。对，然后到最后他就自己终于化解尴尬，他自己就要开开，就说哈哈哈，本来要去桃园送机的，现在要去基隆送船了呢。然后我才开始笑，因为好紧张哦。然后就是那你在婚姻中一直处于这种就是什么？也没有啦，就我老公他很热心，比方说就像以前我们不是生小孩都会有厂商送我们那些婴儿床吗？那我老公就会想装啊，然后你知道男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有那种蛮力，就那种组装组装，但组装完之后呢，哎、欸，他就说这个坏了，装不了，坏东西，厂商他送坏掉了吧？我想说，就新的厂商怎么可能送你坏的？他说这坏掉了，我说屁呀、啊！然后我跟你讲，男生就是你又不能跟他讲说是你没能力，对，他说这个坏了，你还说你还要假装说，对，可能真的是坏了吧。我就然后我就说，哎、欸，对，真的都不行。那你知道我多可怜？我要等他睡觉之后，我自己偷偷爬起来，很小声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婴儿床要有一个巧劲，尤其是中间卡榫两边要开着，还要一起甩，两边才会一起这样子。然后就有婴儿，就小朋友的游戏床，一起摊。但你如果只甩这边，这边就这样啊；只甩这边，这边就这样，你要一起甩。所以他就觉得那个坏掉，而且他甩很久。对，所以我就他怎么甩都是这样。对，然后第二天他睡醒的时候，发现婴儿床是这样子，他说：“哎、欸，他说你怎么弄？”我说：“哎、欸，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就随便弄了就。”蟑螂，我真的超怕蟑螂的。那你知道蟑螂呢是老公杀？对，可是重点是我老公就是他有什么东西他就旁边有什么东西他就那个杀他。可有次那个大蟑螂就旁边有个拖鞋拿起来啪，那是我的室内拖。而且因为我足底筋膜炎，室内拖1580，哇，你是冷霸扣一块，所以它就有专门按摩的作用，是不是？对，然后又后面后底比较高的那种，因为我足底筋膜炎，对，然后就啪啪完之后。然后就丢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洗一洗就好了，我怎么可能洗一洗？那个白色汁都在上面，我就丢了。所以，然后包括我老公，比如说看到有蚊子，我老公就那种啪直接的那一种。蚊子可以用，蚊子还好吧？可是不行，有一次他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天花板有一只蚊子，然后我打不到，因为我矮嘛。然后女儿就说：“宝宝，宝宝，有蚊子。”但那个其实有点高，所以老公就有一个方法，就把抹布弄湿，然后就对准，对准之后就把啪丢，哦，丢准喽，这么厉害，很厉害，死掉喽，但他粘在上面。过年还下来，然后我老公就走了。我想说，过年来。
帮你们问。天哪，滴答滴答答答。而且会干掉，它会很硬哦。对，很硬。会变成你们天花板的一部分。对，然后它又很媚，所以你要说哇，好棒哦。那不讲再讲。看得到，人家都看得到那个。就是我们讲再讲，现在还在吗？还在吗？现在有了，下来了，下来了，我家阿姨把它弄掉了。但是你就觉得在小孩子面前就，所以从此以后，等一下，你结了婚之后你无法做自己耶。有啦，小朋友睡跟老公睡，我就可以开啤酒了这样子。然后所以从此以后，现在而且这样，你不能跟他说，哎、欸，你把那个给我弄下来，因为他已经帮我把蚊子杀啦、啊。我怕把他弄，我怕再把梯子拿过来之后会更，他梯子拿过来就砰砰砰又撞到墙撞到什么，我会更麻烦。然后所以像现在，因为春夏，你知道春夏蚊子有多多吗？嗯、然后我们就防止房间里头蚊子，然后每次二宝就妈妈我来杀。又很怕，又弄的都是。我那天我真的看到，第二天我在就弄了，我发现哎、欸，玻璃上这个是外面的，哦，是里头的，就一样在那里，然后没有动，就在尸体在那裡。对，处理尸体。他就踏完就走。对对，他五身嘛，他五身，他五身，所以死了就走。对对，他可以分开走。我觉得。我觉得很做这种辛苦，就是也许很需要啤酒这样子，对。哎，但是子瑜，你有真的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是雅竹直接要跟你就不当朋友过吗？反正就有一次我们没有班，然后去高雄，然后那时候是假日，然后呢他就在找饭店，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帮忙找，然后结果我就找到哎、欸、有一个很便宜，然后他找的都很贵，都要八九千，星期天，然后临时下午要订。对。然后他就说：“哎、欸，我找到一个才4000多哎！”我说：“真的假的？那我们今天再住一个晚上，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待一天。对，因为看到通告表隔天没班，我说再留一天。嗯、然后他就查了之后，我们就说好，太好了，订好了，我们晚上再去玩，然后喝喝酒什么。晚上要 check in 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哎、欸，小姐，没有你的名字。’我说怎么会嘞？赶快，他不知道用哪个 app 订的，然后拿出来给他，你看就这个啊。然后就说：‘小姐，是下一站才。’啊！下一站才，我差点露宿街头。现场买，对，都只能住当天的假期。有，他有那个，还有天房间，对，就是那个晚上10000多块，10000多，天哪，是整层的啊，他就只剩那个。你没有当场赏他巴掌吗？我说那你交你要出一半哦。他说哦，还出来刷，你还能当朋友吗？现在还好，你这次没说，了不起我出吗？了不起我出了，刷，刷了，不任性了，不任性。讲的是。前阵子，因为我在那个比赛打高尔夫球，然后其实我压力有点大，因为我其实实力没有这么好。嗯，然后早上打早球呢，就是饭都没有办法好好吃，然后中午又很热，其实有点中暑，然后担心又卡住，然后晚上回到家又不能放松，会觉得很焦虑。他就跟我说，跟你们一样，就是说。什么？你的快乐我来守护。他就开始约我，他就说，因为我很喜欢去吃撸串，他就说，哎、欸，那你晚上要不要出来吃撸串？然后我想说我没事，好，就那个礼拜，那两个礼拜特别常约，约了。我后来想说不对劲哎、欸，我不但没放松到，我是整个状态大失控，而且那时候我上厕所不顺，然后我这边整个哇，就是小腹变很大吗？就是这边就是很肿。然后他就想说：“天哪，他没有帮到我，反而这边就是还挺辣的。”但心情很好嘛，吃的当下，吃的当下。可是我后来心情更不好。然后后来他就想到，他就拿一盒青汁给我，他说那是他朋友从日本扛回来的。他说现在日本女生很流行喝青汁，因为它可以快速补充膳食纤维，然后可以调整体质。而且他说那个青汁不是普通的青汁，是二代青汁。我心里想说，你也太晚拿给我了吧？有啦，后来我有喝，然后我喝了一个多月之后，真的很有感觉，我觉得身体的沉重感少了很多，而且运动都会顺畅。他这支青汁是拿到真的青汁，真的青汁，不是假青汁，对，就是拿两袋袋哦，是二袋，神清气爽了起来。我今天有带来分享给大家。好嘞。就是这个明日夜青汁，看过，有哈，很有名，对，这很有名。因为啊，我们工作的关系实在是太常吃便当了，对，那便当里面的蔬菜量一定不足以一整天的膳食纤维，那营养不均衡呢，我们容易就不顺，对不对？今天帮大家各准备一杯，可以健康补充一下，喝喝看。我觉得它很好喝，而且它喝了会有点回甘。真的、啊，喝起来像好像不然以为会有像种菜，像抹茶。它是明日夜嘛，我以为都通常是那种大麦落叶，
没错，它就是明日夜，它是淡淡的天然草味，很纯粹的味道。我刚不是说我朋友叫它二代青汁吗？嗯，因为外面的青汁大部分都是用大麦落叶或是复方成分，但是这一家呢是用100%鹿儿岛产的明日夜，而且都是手工采的。哦，它是无添加还有无防腐剂。哦，明日夜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蔬菜，日本人叫它长寿草药。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它里面有维生素 B、C、E， 可以抗氧化，然后有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它的营养完胜非常多其他的蔬菜。而且这个明日夜青汁呢，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多酚化合物，叫做茶尔酮。茶尔酮，这是茶尔酮，这是什么？我没听过，我没听过，对不对？没有。茶尔酮是一种多酚的成分。它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有燃烧，调节生理机能。把你养成一个良好理想的体质，这样子就可以。太强了吧，身材维持那么好，一定要长保青春美丽啊，所以我现在天天喝都不会忘记。哎呦，太有顺畅吧，你可以摸摸看。平的，真的很厉害，瘦下了啦。没有啦，那我应该喝这个就不会被让座了。没有，可能要你要多喝水。你没有到这里进行，果然又是在帮到你。喝酒业几十年，好坏没有。其实我喝一阵子而已，我大概喝一个月而已，我就觉得差很多。因为之前三餐不正常，然后就没有办法好好排便，没有办法好好排便呢，排不出去，就会觉得毒素都囤在身体里面，而且脸上容易长痘痘。对，那一阵子我的脸气色超差，然后火气还超大。但我现在喝了这个呢，我现在每天出门前都有固定时间上厕所。那会肚子痛的那一种？完全不会，是很顺，很顺。早上，而且也可以加在豆浆或是优格里面。早上这样喝？对，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打优格，这是可以加在豆浆或优格吗？像我自己最喜欢加在那个乳酸菌饮料里面，因为这个感觉可以帮助消化。你帮我打开一下，我来。它加感觉会变颜色哦？变颜色不会，但是味道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会更好喝。没有吧？一样吗？变绿色？绿色，你说蓝加黄，我不怕不会变红色，很难聊，你可以喝看看，非常的好喝，加在乳酸菌饮料里面很好喝哎，如果可以加其他饮料，味道更好，小朋友就可以一起喝。没错，而且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在意食安的问题，对，没错。这个呢是一个刚进军台湾市场、日本历史悠久的知名医疗保健公司出的，而且它是无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还通过 SGS 检验。哇，没问题了，所以可以非常安心，大人小孩都可以喝，老人可以。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之前我要买它，我一定要用跨境电商，或者是要请朋友代购才买到。对，但我前阵子在台湾的日系药妆店，还有那个碟字平台，我发现它现在台湾上市了。哦，对，买了很方便，所以我就买了一堆，就是分给亲朋好友。对，那现在就是。当然宵夜也是不能太常吃啦，不要太常约我。但有时候吃的时候真的很疗愈。但至少我现在喝了这个，吃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好的体态。重点是吃宵夜，然后搭配这个就不会那么罪恶感。对，不会那么罪恶，因为隔天还是可以顺畅的排出来。没错，而且是准时的那一种。很棒，哇，好希望哦，可以，可以啊。这个明日夜青汁推荐给大家。好，好朋友就是很会分享，对啊，你告诉给大家，知道这个吗？他会分享我的肉酱，他会说有个很棒的东西哦，然后就忘记陪你，还在冰箱，你在干嘛？好过分哦！我觉得感觉今天听完，我觉得今天整个故事听完之后，你最不想跟谁做朋友？Sabrina， 我这样，我最讨厌那种一起出去，结果他先走，然后把我落在店里，这个有点夸张，这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局我又不认识，对，落在那里。人生中没有遇过这种事实，有很多帅哥照顾他哎，可是他根本需要你，不认识啊，他不认识，除非他先被带走，那就算了。对，怎么会忘记朋友？而且这回到家才想起来，这真的蛮扯的。对，我觉得你是第一名，完了，第二名是那个心灵
你老公虽然没来，大概还笑话，恭喜他，太可怕了，只负责杀不负责亲，没有，然后其他的其实应该都是好朋友了，对啦，偶尔发生一点小小插曲而已啦，好哦，祝你们友情长久。钱的吗？哦，我是受害派。我受不了。我们不是一起往前吗？干什么？哎。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嗯，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